接下来哈，我们请我们哦财务长哦做一个哦财务报告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召集人潘前辈的林主席，还有那个林队长，各位林学长，大家晚上好。好。不懂的地方啊，请大家能够多指教一点。金钟狮子会耗龄一年点到耗龄一年，年度经费收入上涨，然后时间是1997年到100年这个阶段。第二个后来说我们一年的是，我现在说的也蛮强调一年。收入预算是384万元，啊，监管收入啊，在会长监管部10万块，啊，上面部长是15万，然后前会长是17万，我们上一届这个结余款是有7万8千，337块，收入是这个单位交下来，另外也是奖助金是10万。这边说部分我们现在是一定是高是118万1600元，那新会诸位为我们暂定是2万块，这一部分当然是我们请各位前辈长能够跟过来，然后再来帮我们各位前辈长来加入这个人的介绍，现在有一位新会员的会长薪资是4万块，主要收入我们现在证明没有编辑支出，我们预支548万元，支出部分，我们余电费是3万，水电费是4万，薪资部分就是我们干事，这些人我们跟他讲有薪资，所以这个问题会费34万，空气印刷费8万，年会出席费6万，会刊制作费10万，餐会80万，会长交接30万，细讲费用15万，前面会接待费10万，社会服务金174万，7500元。奖助学金10万，就是在我们这个专门方面。办公器材7万，预备金10万，辅导系列编年10万，礼仪金15万，其他支出10万，自主毕业提拨金10万，这是要拨回会款基金，新会员会款基金4万。这个也是要提交会长资金的，总计是548万元。你看，谢谢。